你好，我是红，我们再一次的回来到了这个奇异人生。哇，好久没出影片啦，这样子，我们上一次玩到哪里，我们就继续玩吧。哇哦，哇，上一次我们玩到哪里？哇，我很久没有碰这个游戏哦，真的。现在是我们玩到哪里，我们都不知道啊。上一次我们玩到了哦，拿到那个活啦，这个 ，but that， 那是玩到了，不知道哪里啊？哎，没有啊。哇，很久哦。哦，关于他的游戏的，哎呀，我知道了啦。哦，这个。喂，当然。但是我玩到这个章节啊，这个，哎，是不是我们要回他一样的东西？最近红有一点生病，有点发烧了，怎么办呢？但是还是要拍游戏给你们看哦。啊，有 message， what the heck， OK， 希望如此，这就过来，再见， OK， 我们先去找霍伦， OK 啦，OK， 我们出道来了。那我们这一轮，哎，OK， 哎呦。什么事哦？OK， 这样子我们要倒转回去了。警告他！哇！OK， 很好。哎，有蝴蝶效应哎，这样子的话就好了咯。这个，哎呦，又有信息。谢啦，不过我不可能把你当成朋友。OK 啦，你不要把我当成朋友就好啦，无所谓。Never mind, it's okay. 去停车场，诶，他看到我吗？别危险下来，对。拍照啊，拍起来。啊，刚刚。啊，这个保安做什么？他跟这个女孩子有 ，Oh my god！ 啊，我只是这样子哦。
不可以，快点倒转，啊！要帮他，我们拍下来有证据啊！喂，等一下先，我倒转的太快了，快点！啾！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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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警告他！哎！为什么还要丢诶？警告他！OK OK。我倒转的太快了，我要从头来。哎呀！屁股动还好啊，介入。啊，你不可以欺负，你这个你骗人还有啊你。直接拿一个铁锤追下来打了，我看你这样凶。嗯，我们为了要亲近人家，懂吧？我们要友好，我们是良好市民，有超能力也不跟人家讲，好吧？这个就是最好的超能力者啊！哇，这个封面真的很像电脑喽，有画质就是这么好看啊，真爽！嘿，来到停车场，哇，你跑外面了，觉得，哦，这个游戏也好玩了，我觉得。啊，嘘。哇，还有涂鸦，看到吗？朱莉耶。啊，这个朱丽叶是上一集我们，她的男朋友啊，啊，哎，不是男朋友啊，她的朋友啊，不知道啊，维托利亚，维托利亚应该是那个什么啊，那个女的，那个短头发那个女的。我们一直叫她那个排斥她的那个人，应该要帮她取一个名字，叫仙人掌。哎，要做什么？要做什么？嗯。不好。哇，他们那个，他们故事有一点精彩。哎呀，看了，谢谢。要敷衍他吗？是不是？做人要，敷衍一下人。刚刚经过了一阵风雨，
OK，好。好，要选哪一个？哇，这个很难哦。哦哟，不知道怎样，哎呀，乱选一通。哎呦，大熊辣妹哟！我不想做这个。要跟他讲一些事。那我觉得这两个人，哦呦，这什么？什么意思？我这些，我不是才不要，我要带的。我不要打架，不要打架。哦，他们是上一个，他们是上一集那个啊。啊，打架啊！哇，金刚钟哦，这个，嚯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，这个故事剧情，我可以接受。我操！哇！我幸好我上一集救了他，啊，不然哦，我们要怎样？哎，希望他别找我麻烦。那个，你朋友真是英雄救美，那个他，我可是欠他大人情。你是你这一类吗？这是，哎呦！是个烂地方，也许吧，没有，有可能呢。我如果我被按的话，看怎样？啊，也许吧。对我来讲，他们这种环境有一点。对正常人来讲，应该也许吧，也许不正常，还是什么东西吧。搞不好我讲错话，我可以倒回去。对不起喽。
还有怎样，我们只可以讲对不起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也许是个不好的开始，但是有很好的结局，这也说不定，是不是？你们讲对不对？哎，一方高啊！我的相机。搞不好有能力把它修好那个，修好他的相机都不可能，是不是？啊！呜呼！我去女孩子的家喽！呜呼！OK，OK，okay, 啊，有了，终于，我们进到一个女孩子的家了，呜呼，搞不好进她的房间看两下，看有什么那些你们知道的，有一点。然后女孩子在家，我房子上一次看有一点不同，搞不好还有前面几集我都没有玩的嘞，搞不好嘞，哎呀，抽一口唾沫，哎呀，抽烟啊，我不要中黄标啊，可以吗？也可以观察啊。哎，有些哦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们讲哦，观众、老大们，你们看到哦，这些可以碰的东西，尽量去碰。OK。OK，这些尽量可以碰的哦，你们碰它就 OK 了。其实，因为啊，这种啊，可以搜索啊，看一下。啊，你看，啊，有很多东西啊，其实可以碰了，你们尽量碰掉它，就刚刚好了，搞不好会找到那些蛛丝马迹，啊，Oh my god，Oh my god，倒转倒转倒转，哎呀，我们尽量不要碰这个箱子。OK，没觉得自己长大，反正你越来越大。哇，抽烟哦！现在的人，好啦，这集有一点短了，因为我有事忙咯。这样子，如果喜欢的话，点个赞、分享、出去还有订阅。我如果还没有订阅的话，记得下方或者后面会有订阅，你们快点订阅我们，就 OK 啦。这样子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